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。台湾在80、90年代相当流行类戏剧，例如《蓝色水玲珑》《台湾变色龙》《戏说台湾》等等经典作品，时至今日还是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重播。男星简家伟式戏剧《戏说台湾》以及《蓝色水玲珑》的熟面孔，在剧中演过猴精、狗精、虎精、蟾蜍精和蜈蚣精等各式各样的精怪，因此被封为禽兽专业户。不过前段时间男星简家伟却为此在脸书 PO 文，希望该系列节目可以别再播了，理由更是笑翻不少观众。简家伟不久前在脸书报废公社公开版PO 文写下，未来26重播台可以别再重播我以前笑脸郎年轻人时的阿和、简家伟于蓝色水玲珑的角色了吗，并幽默说道，只领一次钱，却已经重播过 N 遍，最后他也自我调侃自己现在已经是老和了。贴文一出，吸引不少网友留言，我觉得现在比较帅呢，怎么感觉都没有变老，看你的戏长大的。阿和跟阿姑超经典的，哇，第一次看到演员在报废发文，天啊，满满的童年回忆。事实上简家伟已经40多岁，1999年出道，许多台湾的电视剧都有他的身影，除了类戏剧之外，他也有演过乡土剧《家和万事兴》《甘味人生》《蒙甲的女人》，以及任贤齐的 MV《橘子香水》，经验相当丰富。前不久他上节目大胆爆料拍戏时的趣事，在节目现场透露自己曾为了拍戏被人力车弄伤手指，而爱犬去世后让他更加重视个人生活，除了会开始写剧本，甚至还斜杠当保全。近期更是被拍到为了追求个人生活已经转行当饭店保全，月薪也跟着曝光。简家伟前段时间上节目《命运好好玩》，透露自己的手掌侧边留有疤痕，是因为拍戏时被拿菜刀的临时演员误伤，因为这个临演不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导演会骂他。此外他还曾饰演过人力车的车夫，剧组原本交代80公斤的女演员排戏时先别上车，没想到对方却上车了，她因为没有心理准备，直接摔倒在的人力车的杆子直接朝她的手压了下去，导致她的小拇指一个指节损伤，后来赶紧送医打钢钉钉回去。她苦笑着说，送医路上她疯狂大哭，直呼真的太痛了。简家伟透露自己平时一个人住，而他在拍戏时遇到爱犬病逝，当时就有了不想再拍戏的念头，也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形态，后来开始斜杠当保全，也会趁着空档时间写类戏剧的剧本，自己也会参与演出。先前有媒体报道男星简家伟自曝转型成为了一名饭店保全，并晒出自己穿着工作制服的照片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已经年近50的简家伟是一名专业戏剧演员，拍摄了将近20年的戏剧，还曾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配角，演技精湛的他很受观众欢迎，此次他突然宣布转行受到网友关注。而被问起为什么会有斜杠当保全的想法，简家伟也是毫不避讳，大胆吐露心声。原来多年来因为一直都在外地拍戏，简家伟有感于没有什么个人生活，看见身边的朋友都做起了副业，他也解锁了新角色。据悉简家伟在社交账号上发文透露自己解锁了人生新角色，转行担任某知名饭店保全，还用自己曾饰演过的角色调侃，我曾是古代持剑的门神，现今是持无限对讲机的保全。
在简家伟晒出的工作照中，他穿着蓝色的工作制服，胸前还别着工作牌，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职业是保全，也就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保全。前不久，简家伟上《命运好好玩》在节目中透露，这份工作朝晚7:07，工作时间几乎都要站着在饭店门口迎宾，一天做12小时，从早上7点至晚上7点，站着的时间就占了8个钟头，颇耗体力。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简家伟的皮鞋开裂，即使是这样，他都没有买新鞋，而是把鞋子修好再继续穿。接着他还透露，平日里还需要扫路边的烟头，而月薪约4万多元。主持人和赌林一听这么累，仅4万多元，笑称干脆和一旁的来宾黄小谷一样去开出租车算了。但简家伟表示自己开车常违规，也常出车祸，笑称还是先不要。但他也透露认为当保全还是可以上通告或接戏，并坦言现阶段也有在写剧本，想从事幕后编剧方向。不过虽然很辛苦，但简家伟却乐在其中。他还大方表示，若有经过我工作的地方看到我的话，欢迎来跟我 say hello。 可能很多人觉得当一名饭店保全没有当演员来的风光，夸赞简家伟转行是能屈能伸，但简家伟本人却并不这么认为。他认为演员不代表身，保全也并不代表屈，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。同时简家伟还透露自己曾做过其他行业，例如杂志社推销员、信用卡业务员、餐厅服务员等等，他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。并直言，只要不偷不抢不骗，就是好工作。所以简家伟并没有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是屈，反而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，并发文表示，不用开长途汽车，不用背井离乡，不用杀青等于失业的日子，好像越来越习惯了，日子过得挺滋润。作为一位演技精湛的资深演员，简家伟即使已经转型了，但仍然收到了不少戏约。不过他目前并没有继续拍戏的打算，他表示自己在空闲时间只想写剧本，不太会想去拍剧本，还公开称自己已经脱离演艺圈了。只是有一点，就是舍不得演艺圈的众多好友们，怕不拍戏就看不到他们了。喊话同行，希望他们记得有空时经常要多联络就好。简家伟在脸书 PO 照分享转职的消息后，获得不少粉丝支持。不过他也透露自己刚转为正职，有收到戏说台湾演出的邀约，让他无奈发文表示，非常感谢剧组发我通告，但是虽未公开表明意愿，但文字中似乎已无意愿重返荧光幕前。据了解，台湾本土单元剧节目《戏说台湾》取材自台湾民间传奇故事，从1999年开播，2000年停播，之后于2002复播，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。经常出演该戏剧的男星简家伟表示，他曾在剧中接演过各式各样的妖精，但他近日得知这次的角色名称后却犹豫了。简家伟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公开版中发文表示，在戏说台湾里，以前不论是猴精、狗精、虎精、蟾蜍精、蜈蚣精、什么精都好，叫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。不过这次的妖精角色却让他直言，唯独这次叫我演的妖精让我犹豫了。接着他贴出跟剧组人员的对话记录，剧组人员告知他8月21日到25日需要定妆，拍摄时间会抓18天，可能会拍到9月中，且这次出演的角色是老鹰精。简家伟看到角色名称时联想到谐音并回复老鹰精，真难听。
随后，简嘉维也在个人脸书回忆起过去曾扮演过的鸟类妖精。以前年轻时，我有扮演过神雕跟不死鸟。对了，还有没有饼干的孔雀，但提到这次的角色老鹰精，让他相当好奇造型会如何呈现。真不知道这次戏说台湾要去定妆的老鹰精会是什么造型，应该是黑色系吧。贴文一出，随即笑翻一票网友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我刚想说不就是老鹰吗，但念出来后金母汤，什么时候播出？我想看鹰精，我是说老鹰精，你只是纠结在老，换大鹰精不就好多了，从小鹰精演到大鹰精再演老鹰精，一定要老吗？大不好吗？我念了好几分钟才懂了什么。虽然他现在拒绝了一些戏约，大家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了，但是如今简嘉维已经适应了在饭店当保全这份工作，并且成功转正，生活也非常稳定。就像他说的，无论是保全还是演员都只是一份工作，并没有高低之分，当保全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祝福他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。而除了简嘉伟斜杠起来开启自己人生的第二角色之外，也有很多演艺人员纷纷开始第二职业。瘟疫从2019年底爆发后，严重冲击各行各业，连光鲜亮丽的演艺圈都难躲过。长青剧戏说台湾演员关智近日到团购仓库搬货，领到10000多块的薪水，差点哭出来。根据 Eataday 星光云报道，关智应征仓库工作时，一度被老板误认不能吃苦，险错失打工机会。开始上班后果真不轻松，每天要花7小时在200平仓库捡货300个商品，且被同事认出真实身份。不过他成就感爆棚，领到第一个月薪10000多时，感动到眼眶泛红。还有戏说台湾固定班底 Stacy 周佑琳也到捷运站出口摆摊做生意，表示没有通告的日子，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都会固定在松山捷运站口贩卖女性饰品、围巾和帽子，和弟弟共同扛起一家四口房贷约20000的开销。起初虽不习惯，但现已练就销售业务的功力，被客人赞美是笑容最美、态度最真的客服员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是靠自己的辛劳付出，就值得被尊重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，在人生道路上难免会做出与他人不一样的决定，但像简嘉伟这样头脑果断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却更为难得。希望简嘉伟今后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低调的生活，始终永葆初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，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。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 Facebook 大嘴娱记，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娱记，敬请关注哦。